你可以驾驭小巨蛋，整场专场属于你的。所以你看，我没有看错，绝对是厉害的啊，有没有？真的很替你开心，我觉得。但是我们最近比较少那个私底下电话聊心事，对，我记得以前我们常常这样子，然后你现在也忙了，就都没有时间跟我聊天了哦，记得打电话哦，Love you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一次的 Echo 场再让更多的人见识到你的实力，绝对是可以一再一再一再的再 Echo， 好不好？加油，灵儿 ，Love you，Love you， 哇！